交给韩庚。谢谢韩庚金牌的表演，刚才也是辛苦了。我们直接进入访问环节。啊，可以，谢谢，那你可以。好像我是主持人的，先休息一下吧，我觉得先休息一下。刚才这个进歌任务也是非常的棒，来，我们给韩庚的掌声，让他先稍微休息一下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有请。好，这个刚才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前面拍照，帅不帅？